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小猪啊。今天小猪是带大家过来看一套105个平方的两房两厅两卫。这套房子装修已经有10多年了，装修是比较的陈旧，但是十几年前来讲的话，这套装修绝对是不过时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餐厅的上方，它做了一个异形的吊顶，四周都是一个圆形，然后中间是开了几个小孔啊。这是一个阳台的位置，这套房子105个平米，显得并不是特别的大，只有2个房间啊，2个卧室都是朝南面的，装修真的是非常的陈旧了。之前流行这种书桌、电脑桌，然后两边是可以拿来放书籍的。这张床估计有一些年限了，这边还有飘窗。这边这个卧室的木地板已经全部坏掉了。这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是比较舒适啊。这个房子的公摊我估计占到25%以上了。正常的房子的公摊它是15%到18%。这边这个阳台它是作为一个洗漱区，上方拿来晾衣服。这边是卫生间，这是厨房。房子已经空置了大几年以上了。好了，今天小猪就带来参观完这套105个平方的两房两厅一卫啊。喜欢小猪的视频点个赞，给个关注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